对，然后穿这样摇的，对啊，先摇一次，这样对不对？假装摇一下，是不是？可以啊，哦，成一百杯，对。不会啊，你很潮，非常潮，真的吗？你再穿，潮到出水是不是？出水了，角色角色性高，什么叫出水？什么叫潮到出水？那香港话，香港话，香港话，很潮的意思，很潮，潮到出水了。你在你站在那边是不是压力很大？对对对。你两颗，我好紧张哦！姐姐，我觉得我被抽中了。小一来欢迎小一，欢迎小一。好，这是大一哦，这是大一。小一哎，小一你好，什么年纪？大家好，我是小一。小一，你的什么星座？摩羯座，摩羯座，你待业多久？待业了大概半年的时间，半年，到现在还是在待业中。对对对，待业中。你上一次就是结束工作的原因，是因为被非礼？对，有点算是，因为我之前他怎样非礼？要示范吗？啊，来吧，可以吗？就在你有进入状况，三赛制，三赛制，你有进入状况。因为之前我在那个夜店上班。哦，夜店，夜店，夜店。哇，那他可以诠释的很像哦。你在夜店做什么的？在夜店调酒当吧台哦，我最会调戏调酒，真的吗？为什么？之前是我的老板哎，这样好吗？其实你就是他老板，是吧？啊，所以他是因为你是因为他才离职，乱讲话！你们怎么讲出来啊？喂，不是你被怎样啊？就是因为客人就是喝醉了，然后就是会有各种，我有碰过比较凶的客人是会。可能拿冰块丢我啊，对，然后变态一点的就是可能会想要抱我或是亲我这样。可是你不是在吧台里面啊？对，可是有时候还是要去洗手间啊。哦，因为吧台只有一个出入口，所以他们在吧台门口等，一直等。好，差不多，差不多是这样子。是哦。对啊。可是你同事不会帮你吗？会啊，所以之前就有碰过，就是有想要客人想要抱我，或者想要亲我，然后最后就被客人就被同事挡下来这样子。是哦，所以决定要对，因为其实那个工作蛮辛苦的，然后加上日夜颠倒，然后身体不太健康，对，然后后来就想说先辞职这样子。很多女孩子做那个做一做经期不顺啊，整个乱掉，对，日夜颠倒。会，那你在家待业怎么办呢？家里不会问说你怎么都不工作？会啊，所以我就假装我有工作。你怎么假装？也换衣服？就是对，差不多。他拖行李箱出门，没有，就是出门的时候要假装有上班的感觉，然后穿得像上班族，因为出门到垃圾什么邻居都会问，然后他们就会说，哎，你现在在做什么啊？然后我就要假装说，哦，我在上班族啊，然后其实根本就没工作。啊，对，希望邻居还有妈妈不要看到这一集。所以你跟妈妈一起住对不对？没有没有没有一起住。哦，没有一起住。对，所以比较好隐瞒。哦，自己住就还好。对啊。可是你自己住又没收入，怎么过日子？对啊，所以我几乎就不出门。就是朋友约我都不出门，你不出门还是要没有，因为租房子就要把它住到够本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在家都不敢开灯，吃就算吃就对，就是先吃老本，然后就再存一点钱，女孩子都会存钱，哪像我们男生，什么月光族，真的。请我吃饭是，大概四年前，几十天，几十天。我刚以为要说几十年，几十天，几十天。那你这样，你的朋友不会帮你？会啊，没错，朋友会带我吃饭，因为他们一直约我出门，然后我都会各种理由推脱，但是他们其实也知道，因为我没有工作，然后后来就是会直接杀来我家按电铃，然后叫我出门，然后带我去吃饭，这样那蛮好的啊。对啊，其实这个治标不治本啊。可是他算短期的，如果他这样子长达，比如说一两年都没有工作，朋友会我觉得比较会，那是太费了。对啊，那可是你会调酒吗？对啊，会啊。那你可以找bartender 的工作啊，有些bartender不一定是在夜店啊。可是一般如果是酒的话，通常都会到蛮晚的。对对对，如果一般的。那你除了会调酒，你还有什么专业？对啊，调点别的。会跳艳舞啊？跳艳舞也是晚上工作吧？好跳痛。不一定啊，你可以跳那个啊。啊？跳庙会啊？哦，庙会。庙会很多下午的。下午还有早上。中午就开始跳广场舞，广场舞会不会唱歌？应该大家都会唱歌吧，只是好不好听。来，带来什么样的歌曲？来来，清唱。哥哥、爸爸、周围的。哦，完蛋。其实以你的条件，你化妆品专柜小姐都可以一流的，站柜就好了。有没有兴趣而已？对啊，有没有试着找过
工作这段时间这半年？我最近就是有想说，因为之前就学调酒，然后有一技之长，所以想说要自己开饮料店这样。哦，那类似的，那这样 OK 啊？想说有相关的，因为饮料店是哪一种？就手摇饮料，手摇的饮料，手摇杯，没有酒都是用手摇的，对 对，没有酒的。然后想说这样子环境比较单纯一点。可是如果以你的条件，如果你去用潮店，当店员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柜姐很竞争，很有说服力耶。她穿柜姐，他们那个业绩压力很痛苦。那你为什么不去潮店啊？就去当先？因为我觉得我不够潮啊。不会啊，你很潮、啊，非常潮，真的吗？对，你再穿潮到出水是不是？出水了，角色角色性高。什么叫出水？什么叫潮到出水？那香港话，香港话，香港话，很潮的意思，很潮，顶级的啦，顶端的，潮到出水了。哦，你站在那边是不是压力很大？对对对。什么意思？潮走，毛解，解释。不好意思、啊，不会。其实他如果是这种服装在这个经营的话，其实不用什么装潢。你会来买吗？而且你穿这样也对，是，然后穿这样摇的。对啊，先摇一次，假装摇一下。拿什么这个吗？对，是不是？可以啊。哦，可以两百杯。对，而且你的店里面绝对不可以有那台机器哦，一定要自己摇。机器摇的。你就看一票老头去两百杯开始摇。对。我摇到手，快点，好想喝。我这个做手摇店，不外乎就是做果汁啊，那些什么茶饮啊，对啊。那今天我们要这个要考验你，如果你通过考验，这一人可以购买两百杯哦。好，来，是什么考验呢？徒手捏，徒手柳橙啊，在一定的时间内看谁比较手榨柳橙汁，好不好？手榨柳橙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今天这个比较厉害就是森达，哎呦，因为森达除了一些蛮力之外，也没什么好厉害。没有错，蛮力的部分交给我了。真的假的？我要手下留情吗？你要先让啊，你要让分啊，这跟那个赌球一样。让你六个。哇，讲得好专业哦。他要让六个哎，让六颗哦。在你面前谁敢讲赌球？这样是一颗哎，这样算两颗，这样是一颗，一半就算一。啊，哇，你这么狠。我只是想要确定。六半。六个半。来来来。那我要先挤六个吗？六半片啊，先让你挤，然后我们再限三十秒。哦，你输了。三十秒。对啊。三十秒。让两个。哎，刚不是说六个吗？哦，可以。赌讨价还价。六个让太少。还太少了，八个、十个之类的嘛。没有啊，你们要知道后果。如果你输了，你输了一个礼拜不能录，扣什么？不要了，一个礼拜。下礼拜停口吗？没有，那就是下礼拜，就从下一集开始。就是这样，不要了，不用玩那么大，就是试试看好玩吗？几个？好，这样了，这样好，这样就好。预备，计时三十秒，预备。开始！哎呦，我要出一点声音啊！陈达，你一次挤两颗，我一次两个声音，你给我掐掐比较好，你要掐掐。哎，可以，他一次挤两颗，我好紧张哦。掐掐，还有几秒？四，还有十五秒。哎，来，加油加油！我觉得我被超过了。哇！再，喷出来！行了，对，陈达厉害。停！放下！来，先手擦一下。来，先擦手。好激烈哦！辛苦了，好激烈，这样激烈，而且这样直接抽这个是已经好怪。哎，差不多。哎呦吼！哎呦！真的厉害哦！怎么样？假的。女生是不到100cc，不到100cc。我挤了这么多颗。你这多少？100多了，100多。好，小一获胜。好。为什么？误判，来喝掉，什么意思？喝掉，自己去喝，不要浪费。一定要喝掉。对啊，自己奖励啊，这是奖励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还是你喝我的，然后你喝我的。没有，那就赶快喝了，快点。没有，赶快喝。什么比赛？其实蛮心酸的。哦，好贱啊！人家偷丢那个果粒下去啊。啊，这样比较多。对呀，那惩罚来再喝完。为什么？对，完全抓不到你逻辑在哪。没关系，没有逻辑，没有逻辑啊。跟你在一起哪需要逻辑？温度。哎，这现榨的哦。对啊，很羡慕，对。羡慕，来一点吧。没有，你喝过我就不想喝。上什么节目可以有这么美的女生榨的？对啊。